好的，各位亲爱的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收看由一家联盟最帅杀人组为您带来的守望大先锋，我是你们就是实力很凶残的明哥。来，老妹儿。我是你们特别温柔可爱上东方小青山你人意的小橙子姐姐。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就怎么说，不英俊不潇洒的，来白哥。老妹儿，就今天你来了，白哥我必须我给你丢尊上，就显示出我的气质。这么说吧，白哥你玩得很溜啊，包括你白哥确实玩得很溜，玩个王大锤，他说卡 bug 了，说明哥我这没有枪，你说我这咋整？是不是白哥？不去，拿脚踹，老板，拿脚踹。这么说，白哥你今天玩啥？我看看，就你们玩啥吗？消防队大队长 ，small beautiful 小美，消防吗？狙击手，我顺溜，你小陈姐顺溜，要不你来大锤得了？顺溜。咱俩是不是？我老外我还来大锤。哎，你说那一声好使不？我要我给你拉奶声，我也当回奶爸。那慈悲呢？是慈悲还是那奶爸？白哥，你当奶爸怎么讲的？你奶不够啊，缺秘籍吗？你不是三十六滴。这么跟你讲，是辅助的第一个叫慈悲，大慈悲。我知道，我看着了。我小美，奶上。我来这一夺命，夺命女。行行行，好，关门，待会儿给大家展现我这小美的这个气质。我这又有大冰墙，还能变冰锥，关键是啥？能消防，不怕火。我看我左键是左键，我这什么？你俩先进来，你明哥让人揍了。你这就是加血的，左键加血，左键是加血，右键是哦，好使。赶紧啊，里边打起来了，打得老凶残了。那没见呢。走走嘛，没见对面就俩人，也不敢进来。干，干，走。哎哎，别吓你明哥，冲！别吓人，别吓人。杀到家里去。走。人呢？我哪知道人呢？不知道啊，估计是。对面这都不敢出来吗？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游戏蹦着走挺好？你看蹦着走挺好。哎，你那个 shift， 然后你治疗，然后按 shift 能飞起来。哎，对面已经到对面家了，那老哥们，那俩老哥们根本就没有进游戏。这么气质？我看一下，马上来了，马上来了，注意啊！啊，算了。好，开始了。没有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开始了，开始了。这个是那种刚才人不够，现在是人凑齐了，开始。来到大中国了。开始。必须得顶上啊！丽江，大中国，好使。丽江全个踏，来，我来这个夺命女狙击手，顺溜起来。我来这个消防队大队长小美，职业奶爸。防御英雄过多，这什么意思？没有攻击英雄，没有肉盾。哎，这个选了个牛仔，我去，这牛仔这大招太恶心了，直接好像五个爆头。防御英雄过多。那我就来个，我来个士兵76吧，这样就。不是你就是辅助，不对，辅助就你一个。啊，我是个辅助啊。对呀。好使，来给你展现一下你明哥我这技能，你看溜不溜？哇！看没？你这躲着，哎，你一会儿可以等门开了，你用个兵挡着，别让他们出去。但关键我们是攻击者呀。我这啥不？美少女战士。什么玩意儿？没有我夺命女强。这黑寡妇知道不？666，哎，这个地形我估计好使。你找一个高点的地儿，你上炕上墙。我知道，上炕都费劲。对，冲啊！我怎么感觉有点懵呢？我怎么感觉有点懵？走，咱走一起。你这个英雄好像会飞吧？给你俩加个攻击。你明哥怼了个攻。怼。明哥先下去了。我给他堵了一堵墙。你奶上。行，走走，白哥你跟着明哥，你跟着明哥在那掏屁股去，掏屁股去。小陈姐那个是个狙击手，你们掏屁股，我在高处我狙击。行，对对对，对面人呢？对面人都没见啊，怕了。白哥你走上啊，机灵点啊。老师，我在后面跟着你了。来了来了，看着没？对面都在里面，小76，你看明哥里面，怼上，走，往回撤，撤了，赶紧跑啊！对面这不少人呢。别说了。来了，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哎呀，完了！别慌，等会儿别慌着，就搁这堵他们。后边，后边，你后面，老兄弟，你后面。别怕，别怕，老兄弟，别怕，别怕，我给冻住了，冻住了。
我给你拿。你给明哥加点攻击呀、啊！对我，等会儿。你们使劲加血、啊！我给你加攻击了，后面给你们输出上。我去，能给他们好，给他们墙堵住了。我去，哥们，我这真奶呀！走，咱俩就给他后边，往死里奶。冻住了！什么玩意儿？这小样子！什么玩意儿？六！老兄，咱俩无敌了！哎呀，完了！那谁怼在小橙子姐姐呢？冻住了！啊，小橙子姐姐打死了！走，白哥，咱俩这没少整呢。哎，等会儿，不对，咱得占领啊！你后面，你收了！没事，他死了！闹啥？你大招！给你们开一透视！别慌张。关门，直接给他冻住！关门，直接给他冻住！五连杀，喷他 Q 了，啊，终结了呗！哎，走位！关门，我这英雄好玩呀、啊！这什么？哦，这你死了！啊，我这让后边给我偷屁股了！我就先找。等会儿不对，咱占领据点，别光杀人了。对呀、啊。哦，没有，咱去这把真缺王大锤。对，咱就缺个肉盾往前面扛。我跟他争夺了。嘿，一不去完了，赶紧没时间了。明哥进去了，完了，这回听到谢不得。外面，你看我这英雄，又极限，外面极限不？真是太极限了，这波操作，但是也没有啥用啊。完了，76过来怼我了，不行，咱这个阵容是啥？真缺王大锤，咱没有进去谁都得死。对，你我就没大锤在里边好。你看咱都现在没有那种就是说能够扛的英雄，你看一个比一个脆。没有明哥，我是这么觉着的，咱俩得干扰啊，你得怼啊。我怼了，不是那怎么跟你讲，你那加血的加不过来的，就我一个打两个没问题，但是人家占领据点是四五个，知道吗？然后明哥就懵了呗。乖，还有这小春姐，你狙一手，你狙啊！我一直在外面狙啊。你就说老来人，你就说杀人没？走了，兄弟，赶紧给明哥怼上。我杀了四个。这啊，能行？这局咱自己守，这局咱先把据点给他守了。加上啊，进来先进据点。哥们，这回还让你跑？一顿奶呀，哥们！别让他跑了！哎呀，完了，我死了！啊！什么？哦，据点还没开放，咱怎么就冲的那么猛？不科学！我把自己给杀死了，真的。咋了？你自己摔死了？完了，冲吧！实在不行，我换机器。继续给力气！哎呀妈呀！哎呀，老兄弟，你给我堵墙外面了！等会儿，哎呀，完了！乖妹，这哥们还让你跑，这哥们还让你跑！真的，你明哥，我这屋。关键我没少杀，没用啊！关键是我杀再多人没用。据点这一块没有，真的。关门，请看我这个。哦，76次伤害都这么高了吗？我刚才应该用那谢夫的变的。你看关门，没有冻住这关门，这好像这冰冻还是有点靠运气，他有几率给他冻住，就把武器给他冻住。这个据点是我的，我们能站立下？给力气啊！一会儿我就过来。得等3秒钟，我飞过去。好，占领了这块，你明哥很是欣慰。好，气质我也占领了，我来了。赶紧！小春姐，哎呀妈呀，谁呀？这一大冰箱。我给你买。那会儿别着急，我们主要是阻止他们。给你们开个透视。哎呀！阻止他们，主要是来全部搁这。没事，我能冰冻他。这哥们儿狂躁了。我奶了。一顿神奶呀！哎，谢夫的啊！哎呦我去！啊，掉下去死了！这你关门你就没招。我这谢夫的开的超极限，我这大冰冻，不知道为啥掉下去了。你看关门，走，没事，36，没事，这把能行。我大招好了，大招我在那个圈里边放，贼好使，一定要坚持住，老兄弟们。坚持不住了。顺溜，我看到，好像看到小陈姐了。能行，我来了。好，我冻住了，给他冻住了。小样，能行。来，老妹儿，我给你奶。我满血，你给我奶也没用啊。冰冻，把这块给他冰冻上，乖们，他就不能来了。
来把这块给他堵住，咱目的不是杀人，咱目的不是杀人，不是杀人，哥们你们要记住，咱加伤害。老兄弟，这块来了，老妹你后面，我去。老妹你后面，老妹，什么情况？老妹你后面，赶紧七十三了，你们怼住啊！我这，哎呀，我这玩命扛啊！你们不是，白哥，你别管小神姐，她是个狙击手，你主要是管你要治疗这种跟人肉搏的英雄，你懂吗？跟他们肉搏吧，我不需要太多的治疗。你给小神姐加治疗，那你这就是多余。完了，让人冰冻了的，冲！进来了，白哥。老兄，你人呢？啊，你人啊啊！你没进来呀，哥。你复活有没有？你复活有没有给人顶上？我先没满呢，我刚才顶了一个。啊、别说了，别说了，赶紧，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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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弟，炸、哎、上一个，加油啊，加油啊！我现在真的，我这个英雄其实不好守点。我给你们来一套式。你行，你狙，赶紧狙。我挨个奶呀，我这是。你挨个奶啥？你这有人干你？怼他，我给你冻住了，死了。赶紧，我们马上就占领成功了。哎呀，96，占领成功了。这哥们儿，我能给你长脸，漂亮！最终击杀李明哥，赢了啊！还有一局，老师，很有劲，这局要加油了，这局该咱进攻了，我们就赢了。这局该咱进攻，咱不好进攻啊，关键。咱直接往那个点走，OK 的。实在不行，又得换那机枪塔了。我这英雄66666。可以感觉我这小手枪也没啥用啊，你别用那小手枪，你就奶不过你就跑，你那手枪打不了人。对，你那点伤害你就是一辅助。冲，你给明哥奶上，赶紧冲啊，多个滴滴。怎么小神姐哪儿学的这话呀，多个滴滴滴滴打车呀、啊、你这是快跑啊，我逮着大锤了。给你们就是让你们觉得就比较犀利。白哥跟着我，后面啊哥，别怕，我们也让人菊花呀。哎，等会儿，别慌老兄弟，你奶呢？撤老兄弟，你奶，撤老兄弟，这里边进来人了，后面来，他快死了，老兄弟死了，老兄弟你奶呀，没事，哎呀我去了，没事，他死定了，我死了。官人们，这个就是你明哥我这犀利的技巧，上面有个机枪能冷冻，你说这你找谁？哎呀，完了，又死了！死不了，小神姐，我给你怼上了。都死了！不是上面有个机枪嘞，我们那么多人都没看到。没有，那机枪我没法近身，没法近身，你知道吗？别慌，这地形有点确实，咱这阵容不行，真是咱这阵容不行。我给你们开一透视。等会儿，我这玩意能给自己加血不？不能啊，貌似不能、啊。走。不知道这个知道。来了。你又死了。对。我让谁中了？哎呦我去，完蛋你玩意儿。完了。乖们，大家看到。小神姐，你输出的这你都给他怼不死，你明哥死了就完了啊。切着。好、哦，我下去了。明哥加油！没用啊！哎呀，不是你，完了，咱们这边都是远程，没有站点的。你后面，哥。不行，官人们，你看，就你明哥我能下去，没有用，咱这阵容不行。对，我这英雄66，阵容太磕碜了，真的缺个王大锤，咱没有办法站点。不是我怎么我这个不能我这个只能给别人复活是不？你看乖妹。对呀、啊，你还想你自己复活呀、啊哎？你看乖妹，来，乖妹，你看他蒙，乖妹，你看他蒙。哎，我也蒙。蝎子起来。哎呀，你蒙。我就这么跟你讲，明哥都杀人家里去了。算了，输了，咱这阵型，真的我都给他秀蒙圈了，那哥们儿。那猴子都让我秀蒙圈了，咱们这阵容适合守，不适合攻。你看咱，
这个兵我告诉你，主要没有刺客去勾他，没有那个夺命追魂钩和刺客，他真是太强。你看官人们看没？有问题的，咱就这个游戏，官人们请记住，这个游戏它也不是说杀人多少你犀利，它是跟怎么讲呢？跟你这，等会儿我再约啊。老兄弟，你人呢？你邀请？我邀请了，只来一个呀。啊，来了来了来了，那咱再撩一把。没有。真的是咱这有阵容问题，主要还是说插个王大锤这样的，就是说能进去站点的英雄。没玩过肉。对啊，主要是啥，小神你狙一手，你得狙的别人进不了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感觉狙不死对面的，对，对面肉太多了，你也狙不死，对面肉太多了，你没法狙。我看我这回用过啥，人呢？我去，哎，我这老哥们杀死了。我用过这个，没事啊，主要给大家展现这个英雄的这个技能特色。明哥，我这个主要就是冰冻，一技能是一个冰墙，谢夫的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冰锥，然后的话大招是范围性冷冻，然后的话攻击是有攻击是会把别人的武器给冷冻掉啊，所以说，但是威力极小，这个英雄的威力极小。你看这局我给他炸上，看我这炸弹人没？别说了，这局又没人，对面都跑光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完了，行吧，咱那什么，重新匹配吧。那退了？退，重新匹配。他这游戏就是这匹配功能这一点还有待加强。好了，花村，那行，但愿顺利啊！真的，明哥，我这小老妹也是 C 雷呀。我要录视频，对的。咋啦？一天天。等你们呢，开始吧。啊，我这录着呢，哥。好、哦。快点啊！开始对战啊！我开始了呀，你们没等会儿，这有 bug， 再开始、是啊。啊，对啊，现在才开始了呀，你吓我一跳。没有，我说我录着的呀。嗯。能行。啊，来一夺命女。好事，我就来个小美。没有，这把有可能又开不了，这又插着。Small beautiful 是吗？对啊，什么 beautiful 小美嘛。我这是个啥？来了大日本，我来个这个。没有，我这英雄估计单挑还是好使。群，怎么咱又是这个攻？咱这回是防守方了啊。这是面对面。哎，来了，官人们。在疲惫呢。走位，来，这哥们儿跟你明哥在这，官人们，来，你看给他冻上。明哥，我给你炸死了。你炸呀！我一顿炸呀，这家伙。来，你看官人们，跳都让他跳不起来，死了。给你们扔个人头，谢不得。嘿嘿，你们看，这玩意儿他就蒙圈。你看官人们，我给他崩死了，看到没？这个是就是让他琢磨不透。你看，再放个，哎呦，这还可以放个这玩意儿。那六，这么气质吗？但是这角色刁钻呢。你明哥再去偷俩人。那这个英雄，哎，我也来了。回头我试试那个老妹儿，那个英雄，又只剩咱三人了，你说是不是蒙圈？都跑了呢。走，咱们就在里边玩会儿吧。这边又怎么就人少。这边都没人，我们咋玩？没有，这在匹配呢，这游戏在匹配呢。来，白哥，白哥，你过来，你怼我啊！你过来，你怼我。你看哪呢？他哪怼你？你看，这你能行不？无敌。你看，没用，应该好了，应该好了，应该好了。来到了哪儿，白哥？陀螺布什么玩意儿？陀螺瀑布吗？直布陀螺。啊，一样。直布霍陀。完了是不？完了，没有，这老妹儿长得挺漂亮，不知道为啥非得穿个这
这个什么衣服？就防火吗？消防队大队长。没事，明哥，今天你吃他们，我就炸他们。我们为什么又是攻击方？我就想来个防守方。我也想防守。哎。为什么老是攻击？算了，我已经绝望了，观众们。你是谁呀，白哥？炸弹鼠。炸弹人。哦。炸弹鼠。你白哥那炸弹鼠，我估计有点懵。护送，哎，没有，那个我们护送那不是车，不是汽车了啊？不知道吧？踩个夹子。不是汽车。管的是啥？我给你放个毒，你看我也有夹子。我这出不去呀，我这着急。我这还有炮。哪儿啊？你哪儿有炮啊？哎哎，老白老白，你看我能飞，你能吗？那你飞哥给我看。我你炸你能吗？啊！我。这谁呀、啊？从这玩意儿不让出去啊！嘿嘿嘿，炸坏！这么跟你讲，官们，你小陈姐一开门他就死定了。为啥？啊，我在外面有人，我接你，你等我干嘛？你轰着！你看，白哥，你白哥，只有你一个人出去了啊！没事。我没出去，我上后面来了。啊！你们怎么这么贼？你给小陈姐姐崩，不是。不是那哥们儿，我没在那里面，我机智了。等会儿啊，那行，我能崩他，那行，我堵住了那一块，昏迷了。是谁？哎，官们，极限，这操作极限。有人进来了，有人进来了。走位，官们，这英雄你得走位，你跟能跟他干。气出去。有啥用？没用，官们，没用，这威力太小了。哎，你们怎么不来支援你明哥？官们，你看我这走位。我杀人了。我这不在后面，这不这屠夫近距离伤害很高，官员们，屠夫的话是什么？你尽量别跟他单挑，他一个钩子，然后一个这个，等会儿我这边这一个重击你就死了，这是他的一个连招。咱是不是出都出不去啊？走吧，咱可得推了，推车呀，出去呀、啊！哎呀妈呀，我炸的都不行了，怎么可能出不去？官员们，我感觉我炸啊！还好你明哥我又机智了。等会儿别说了，别说了，哪能这么玩？我炸死了一个！我晕，我去！大兵锤！哎，我去！等会儿啊，有点懵，有点懵。一起走！来，给他乖乖，别慌！来，就看你先死还是你明哥先死？动！乖乖，这就是两大这个队员的这个极限操作。不说了。乖们，两个打一个，有没有点节操？哎呀，乖们，这俩水，你们人呢？来来，我给你们开一透视，开一透视。我来了。别说了，你明哥让人两个打一个揍了，我深入敌后啊，乖们，你看我这操作已经真的是极限了，但是没招。他们这是属于堵着门揍啊，乖们。被堵的出都出不去了。算了，我也对你们没有太大的希望。这明明有个后门，你们不走，你看哥们啊，这哥们你不死，这回这哥们你不死，这哥们你不死，这回炸死你，我炸死你，我炸死你，我哥们这回你都不死就没天理了。你们不走后门呢？嗯，真的，你们走后门吧。你看哥们，明哥我真是我一个人我这没少怼呀、啊，我叮咣我这一劲炸了。气着，哎呀，捡了一个残。来了来了，哥们，我知道他来了。哎。不给他长脸，官们。又是俩人，又是俩人。其实我已经绕后了。你小陈姐蒙圈了。没事儿，我还能 hold 住，我飞过去。啊！真的，你明哥，我这些操作，别提有多么的极限。我炸死你！明哥，你这操作也没我操作，差点死了，我飞走了。我看到了，那哥们儿明明追我，结果他看到你了。走啊，他们都给干跑了，推车呀，哥！走！来来，完了！哎呀，后面又有一个步枪的。太肉盾了。不是对面肉盾多，你们输出不行。你看你明哥，我真的乖们，我一个人牵制住三四个人，真的是。哎呀，吓死宝！别慌。等会儿，这冷冻兵确实强，但是你好赖你别说，对面肉盾确实多。好，关门，请注意啊，请注意，走点位。
好，冰冻上，冰冻上。上面多少个肉啊？炸死你！炸！炸！撤撤撤撤撤撤撤！炸死你！炸死你！小陈姐，我感觉你不行了。关键是啥？你那玩意儿，说你明哥说句实话，你打不动对面，竟是全是屠夫这种。我这不在干人吗？嗯。撤撤撤撤，关门得撤！你看明哥，我真的我已经操作到极限了，我这没有招了。我是生崩啊！先给自己加个血，关门。来，嘿，我去，大哥你咋这么多血？大哥，哎，摔死都不让你杀死，官们，任性，任性。来，我换一肉盾。合着我大猩猩给你们。合着我这是自己给自己崩死了。六六六六六六六，没有没有，咱这阵型还是得考虑阵型，真的要不是今天为了给大家介绍这个英雄的话，我肯定我就选那个什么了，我肯定我就选那个机器人了。你看官们，这个英雄确实很强，你看真的，明哥不是开玩笑，这英雄确实强，你看这都能跑，输了，这都能跑，别说了，行吧行吧行吧，咱今天就没想过要赢了，要赢的话我肯定就选那个医生加那个机器人了。小陈姐你得换英雄，你那个英雄没用了，主要是对面全是肉，你狙不死的。对面基本都是600滴血以上，你看到没，小神姐？你看，嗯，你那个英雄最多狙个300滴血，我觉得你狙一枪你得狙三下，而且这些英雄都是有加血技能，就是你狙一枪人掉300，人家加血；你狙一枪掉300，人家加血，你杀不了人。太恶心了。还能行不？那再最后来一句。等会儿啊。好事。来，咱最后撂一句，我选个那机器呗，没有，咱当守卫也行啊，关键还是当突击者。真的，白哥，咱俩玩的游戏，我俩怎么就感觉就没有当过守卫者？你发现没？就观众们看我们节目也都知道，真的不知道为啥，醉醉的，只能用醉醉的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内心。这是开没开啊？我搜寻游戏呢，那我再搜一个。没开啊。没有，这估计有点 bug。你蒙圈了，好了。我这边显示开了，这估计有点，估计有点 bug。哎呦我去呀，明哥真的我都极限了，四个人揍我还跑了。白哥，你就来个王大锤，我告诉你好使。好使吗？怼，深怼呀、啊。嗯，扛呗，就深扛那玩意儿，近战杀人贼厉害了，白哥。好使，是不是？这怎么上炕还费劲了呢？不知道啊。所以说，怪们，守望先锋这个游戏啊，它是团队配合要求能力很强的，不知道它后续会怎么弄，因为它现在因为暴雪做游戏，现在只是一个测试版，就是不知道它后续会怎么改。总而言之，现在就是说。你可能你会像你明哥一样杀不少人或者走位老犀利，但是你可能会输，他就是这样的，没用的，就你必须你得找一个就是说配合的有能力的这个团队的这个阵容很重要。比如说你刚才你白哥那个加血啊，又砸三，那这不蒙圈吗？这什么玩意儿？那机器兵，我跟你说，兄弟，王大锤给你顶上了。咱又得找人，咱又得等半天，完了。老兄，你这是个啥呀？我这不是就那大机器人吗？给他栏杆都给他削了，栏杆我都给他削了。这啥？这玩的是那大闪光吗？想好了，我玩闪光，我要切护牌。来，给你问一下，小陈姐，一技能是啥？一技能就是回到，就是瞬移之后回到你原先瞬移到的地方，然后可以回血，老不塞雷了。是吗，白哥？白哥给他解释一下。我来解释一下。这么和你说，就是艾克那大招吗？
不，他那个不是加血，他那个是回到你刚才那个时间段的状态。是就是时，有种那种时空，对吧？倒流那种感觉。对呀、啊。这怎么就算杀呀？去切护牌，完了之后没血，按一个E又跑回家了。来了，这把应该能匹配的。好，不多说了。我是防守放，我要防守放，我选个这个大壁垒，我赢。好。是防守双方，哎呦我去，终于能玩狙击了。赢一局，哥们，我就想赢一局，不多说了。老司机给你扛上，那行，真的。老司机带带我，小妹要左吃。老司机带带我，千万别乱撞。老司机带带我，你得要开蹲。终于是啥？终于咱是防守放了。是啊，能赢了，哥们，能赢。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就是攻击方更考验就是团队英雄的配合，但是这游戏公平性可能会肯定是一样，但是呢攻击方主要考配合，但是我们打的是路人，外面懂路人嘛，路人基本都是练英雄嘛，就都选自己喜欢的英雄或者练英雄。那这一局明哥为了团队着想呢，我就选择了我这个你们是了解的大机器人。这玩意儿刁钻的，怎么起子？这玩意儿能扛，老飞雷了。挺好，我发现真的没跟我玩，我玩东西我老喜欢玩远战的，而且我不喜欢玩肉盾。主要远战的是啥？对吧？远战的蒙圈。这明哥说句实话，嘿嘿，乖们，我这位置如果谁说不猥琐，打死我，打死我。白哥，你看我跟哪？我去，你俩在干啥呢？你看我，大锤，你看我。这不猥琐吗？就明哥这位置不杀七八十个人，真是没道理。哎，我估计他们往这边来，哥们。这样，老兄弟，你看着，你就站我后面。这样，我告诉你，他发现你也没事。我也老猥琐了。六六六六六，你看，让他蒙圈，刺激。你看着啊。我往前点。加油。行吧，我也来前点。你太大了，你挡你明哥视野了。闪光来了，闪光来了，注意点。看到一闪光进来了。不着急。白哥，你还是下去吧，没用，没用。白哥，你还是下去吧，没用。他们那不揍我，他们主要站点。别晃。我这局我就搁这守。啊，我今天杀人了吗？正常啊。是杀了吗？我。啊，没有杀，没有杀。都能杀人，这不气人？闪光进来了，闪光进来了。快！我没事，我搁这扛他进来。没有，小陈姐，你那个不是杀人，你是杀了他的召唤体。老兄弟，我找一最猥琐的地方，你看这谁能怼着我？但是 你这谁能怼着我？但是右上角显示没有显示，就你是不是显示了一个人头？没有，我这边自己都显示有击杀数了。我这边有的时候你显示是个人头，但实际上你杀的是那个召唤体，比如说是他召唤的某个东西。这把能行，这把能行，那闪光过来偷我，让我打死了。出来，你说我在这等多急？对面不出来，咱们才会赢。不是不出来，他怎么进来？太猥琐。他怎么进来？我告诉你，对面现在的心情跟咱上把的心情是一样的。那哥们还想拉我，乖们，你给他长脸。拉不了，屠夫有个缺点，他的距离是中近距离。我！乖们，闪光又来了，闪光又来了！救我！快老兄弟，死神，这不要脸的，这跑进来了。我给你挡着。好了，我撩了。我狙击上来，对面终于出来了，急死宝贝！不着急，我得堵住这闪光。哥们，这地刁钻不？这地我就问刁钻不？刁钻不？这地哥们，老兄弟，杀几个？我。没事。哎，他们也有一个。这一波你明哥，我如果不是精彩的击杀镜头，就直接没谁了。啊！气质。好，哥们。我这对面怎么老干狙击手啊？怪们，别说了，我这下去队友都跑光了。占领，完了，不知道为啥这一波，哎，这波明哥不该下去，我应该先上面怼。嘿，挺好。哎呀，亏了，这波我大意了，我不应该下去为了一个精彩击杀镜头。别慌。挺好，一点也挺好，手的。我能给你张脸。怼我，你怼我，你怼我，
我怼死了一个。好，这里有个狙手，那我不去了。我就在这防守吧，防守吧，输出好了，防守吧，防守吧。挺好。一会儿，这地形看着怎么那么熟悉呢？等会儿啊！哎，这个他们基本来不了了。我说这，闪光来了，闪光来了！哇，这个炸弹六，这个炸弹六，官人们，我很欣赏的这炸弹。我都没看到什么情况，没看我就死了。炸弹，炸弹，炸弹！闪光的大技能是个炸弹吗？懂这意思吗？大技能是个炸弹。一晃，那闪光还可以，不过已经被你们哥干的基本了。我去，官人们，狙上，狙上啊！你明哥，我告诉你，我这真的老 C 雷了，复活了，复活了，有个哥们儿，死神来了，先杀死神。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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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你明哥我真是没少杀呀，但是没用了。给你们开一透视。楼上楼上有，不着急。我去，他又虚无了，他又虚无了，哥们儿。我撞死你我。我去，这什么玩意儿？我掉哪儿了？我这哎呀，我去，差一点，官们我就变身了。哇，那虚无躲我这大招，确实有点赖，官们。你看，我就差一点就变身了。谁咋不想吃呢？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加油，能守住能守住能守住，还五分钟，能守住。不是，我怎么感觉你们扛不住啊？大锤，你得生扛啊，大锤。我扛呢。加油！你看我跟人。你不是，主要是什么？不能光靠我扛，我扛你们得输出。我没有，你看我视频没有输出，你明哥这一块暴力输出，你明哥这一块，你看又死了，看到没？我去，不行不行。你卖白哥，你这角色你只能卖了，不是明哥说，真的你只能卖。我别说了，我都给自己卖成孙子了。放心放心，现在他进不来。我在下面就这么跟你讲，主道明哥，我又激活坦克了，我主道真是没少输出。完了，他主道他进不来。你看，守主道白哥，对，白哥，你这么讲，你不用中路，你不用守了，你不用顶盾，中路你不用顶盾，你走边上，走其他地方去敲他们，绕屁股后边去敲他们。完了，你明哥又要闪光，哇，这哥们没，完了这班上咋没看着呢？来一透视。啊，机智机智，这哥们机智，不过没有关系，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是守点，让闪光偷也没有关系，让闪光偷也没有关系。别慌别慌，主要是守点这一块。这不得攻死几个？攻死几个？这闪光直接我去家里面干的。什么玩意儿？好，哥们死了死了死了。我怎么感觉我要炸了呢？没事，守得住守得住，真守得住。没有，我知道这王大锤有个 bug。你就别管你前面有多少人，你只能拱住一个。那边加血，那边有个开盾，往那吹。好使。哎呀哎呀，怎么老打狙击手啊？太没人性了。不是不是，狙击手没用，这种阵容真狙击手没用。哇，帅帅帅，这死神狙击手没用，对面太多刺客了，对面这输出太高了。你要么闪光，你要么闪光，要么就跟我一样选肉。狙击手没用，对面全是刺客。你狙击手就拿给人杀的。换一个去。咱脑瓜顶上有一个好像。我让他跑，完没？我记得搁这儿呢。算了算了算了。我去，我这拱哪儿来了？我这。哎，乖们去后边再抄抄一下屁股看。哎，我把对面闪光杀死了。哎，又杀一个人，闪光太好使了。抡死，抡死。哎，又杀一个人！别着急，别着急，早知道又闪光了。我这看到人了，我在这守，我在这守，你们加油，还有两分钟。我是。关门。等我再发现闪光最好使。闪光还行。闪光还行，闪光主要是你现在这种阵型，你没有办法去。你看关门，你看对面那闪光让我揍成啥样了。死神，闪光来了，闪光来了。正门，正门，老兄弟，正门！别慌，别慌，老兄弟。完了，关门。接着起来。准备了，老兄弟，我上了。
这不能给你张脸。那边上台也是有，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拖时间，拖时间，拖时间。哇，这医生我终于明白了，这里有个医生，我寻思为啥我跟他刚为啥打的不掉血，官人们，666，所以说这，我怼死我来，小样打了我，完了，我死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闪光先干扰一下，闪光先干扰一下，不行，我出不去了，死了！我来了，关门走这边，哦，他们这边有一个好大的炮台一直在输出。正常，不，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咱没有。炮台你哥死不远了，我这冲哪儿来了？我这是。外面，明哥，我在这可劲儿杀，我知道上面有个青年，对，闪光上去。我在杀他。我在后边输出你呢，杀掉了应该。好，死了。行了，还有50多秒，大锤。上面有一死神，我们最上面。我能给你张脸。别怕。我能给你张脸。我这位置好。你就能可劲输出，我给那哥们拱一边去了。我等会儿，别慌。完了，他还有一个什么死神在后面怼我。没事，还38秒，加油啊你们！把这死。好 ，OK 了，应该能防守得住。闪光过去干扰，你的目的不是杀人，你干扰他，就让他知道有个人。Okay. 怼他。不，这把能好使。等会儿，不对，不对，老多人了，我去。别慌，咱们主要就是扛，跟那中血的进不来，他就傻逼了。能行了。好，明哥可劲输啊！不多说了，大招我都不用了。好，又杀一个，赢了，帅帅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真的要当防守防，还是防守防？右左，看看咱那边是谁？是我，小程姐姐，是吗？我太溜了，我去。你杀人了吗，哥？把他杀一个。你干嘛？两个。啊？这也不是你杀的呀，你这为啥？这个怪门，我杀的呀。这个真的，说实话是你明哥。我看一下啊，你看我扛伤害多少？不行，明哥占全队伤害40%，就这么刁钻的人。哎，气质，是不是？别说了，我是最能扛的。不说了啊。好，咱今天节目到此为止啊，下期节目再见。明哥总觉着啊，这个游戏你真的要靠阵容和配合的，你光选厉害的英雄其实没什么用啊。6666，好，行。